这一档哦。没想吃了。哎、欸，吃瓜子，吃瓜子，来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家的瓜子比你受欢迎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到国际做请客。哎呀，哎，两季两季香给我呢。基本上六盒的话，看你怎么吃。一天你可以早上两颗，晚上两颗，你也可以早上一颗，晚上一颗都可以。反正两颗打，今天要不要准备了？对呀、啊，就像同学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对、啊。我女儿说奶茶。你妹妹几岁啊？没有，也没有多。秘密啊！秘密啊！八岁。啊，看起来多像。这个男生女生都可以吃，男生女生都要吃。而且真的，真的越活越年轻。对，我老婆还叫我十岁，你买了我。你节目看起来跟本人年轻二十岁。当然一定要的，真的超超多。对呀，都是靠这个啦。人赚钱最主要就是体力嘛，家庭要幸福也是靠体力。没错。对呀、啊，今天没有体力什么都没有了，对吗？对呀、啊。就啊，叫你小妹妹。小妹妹，我跟你讲，我上个月才去高雄。检查哪里？心肝脾肺肾和肾正常。全部拢 OK， 全部拢 OK， 对啦，哎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完全没有当烧的问题，心血管也完全没问题，啊，全部都正常。嗯，哎呀，医生跟我说啊，你中安啦，我说这出胎盘啊，办完就安啦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有些东西不正常啊，这是唯一的麻烦啊。对，就搞得每天早上都痛醒。我不能去跟人讲，好，对吧？来，接下来交给我们年轻的妹妹们，欢迎年轻的师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，玉仁哥还没走之前，来，零八加两组以上的，再给你们最后一次考虑的机会，十秒钟结单，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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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谢谢谢谢，欢迎林香的师妹。哎，哥，拜拜。来，谢谢。哎，过了。